过去吧，等他下多一点订单，再送多一点过去。他有改吗？有啊，我在楼上改。想不想？
拿一盒去养啊。拿几盒去养，养到大的时候就从小开始养了。我也蛮看见过有这么多小鸡吗？不过呢，我今天也是来学习一下。好了，那我们继续忙了，就帮他先把这些小鸡分到另外一边，要把这个蛋壳呢取掉，就抓紧时间了啊！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九妹今天晚上又有鸡西了。不过呢，这个鸡是我同学家，今天来他们家做客。他们说想去尝一下我家里面做的那个水晶鸡，那我就来。不是我哎，就。你看这个鸡，一拔就干净了。哇，这个皮证明这个鸡够老了，就是。腌制好盐了，然后再放一些这个盐猪鸡粉，还要继续的按摩。现在准备给它腌制十分钟，就放下去蒸了。不过放一点沙姜到它的肚子里面，它就更香了。蒸多少分钟？30分钟。30分钟。30分钟都 OK 了。那个鸡已经放下去蒸了，我就来搞一点青菜。我两个同学在那边搞果汁，那把香果我拿来了。然后他们说搞一点把香果也要来吃。口水都流了。好吃就是好吃，就是有点疯疯的。不酸就不是百香果了，那个黄金百香果就不酸。再搅拌一下，你帮他们搭吗？有口福了，我同学泡的这个是桑木酒，这个酒可以美容养颜，美容哦，补身体哦。对，来这一碗够喝了啊，今晚不醉不归啊。其实酒也不能喝，补肾呢。来好了，有一是人家那吸的不是这样咬的，我要是等于是麻的。我不是一回扔扔你的了，好的。看你来，我这个同学真的好会享受啊！加了蜂蜜没有？没得，没得粉，没得粉啊！凉了，凉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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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你同学？哦，已经蒸好了，时间已经够。来，戴手套。我那是的呀，浇点酱了是吗？嗯，浇一点刚才蒸出来那个汤汁。这个就是水蒸鸡了，刚扛出来。这个泡菜是我拿过来的。嗯，泡椒是我做的，自己做的。我煎哦。这个鱼是谁煎的？我煎。这个螃蟹是谁抓的？我吃吧。03的萝卜菜。来，我们辛苦了一天，辛苦很感谢九妹来我家，吃饭的。来，谢谢。这两个是我们的美女同学。来，这我们这几个都是同学。这个酒是我们这位同学泡的。嗯，泡的。我很醉啊。
美容养颜呢。我来尝一点。特别的好吃，因为里面加了那个蜂巢一起泡，是吧？好了，开饭了。下次看着都流口水了。来，全部是自己做的这饭菜啊，辛苦了。这个鸡也是同学家养的，大家想吃鸡只能来到他家准备家的，不可以吃的。